讲哎呦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最近我女儿玩到骨折，哦，也部落很多那个很陡的下坡，有没有？他们就玩那个溜溜车啊，他又很怕撞到我小姑的儿子，他就转弯这样啊，转弯的时候就有一根柱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他的手就这样，然后就急诊了，然后在想说啊，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有骨折，但是我的骨折是比较严重的，我是被时速80的那个轿车撞了。后来轿车翻过来嘛，是我还蛮硬的，我的命。然后小的时候就阿公就觉得他很愧疚，是因为我偷偷跟着我的阿公，他不要带我去，我就跟屁丑，我就在偷偷跟他这样子。结果我过马路只看一边，另外一边没有看，然后就被撞飞了。然后撞，你像卡通影片，你知道吗？撞飞的时候，我的头就打到旁边的这个电线杆，然后于是我的眉毛就有一块疤，然后右脚骨折，所以那时候阿公就会常常去抓青蛙，还有蛇这样，很可怕，我怕蛇，算自己属这个的啦。然后后来好在现在就是你买青蛙非常容易，就是有人养殖，所以就会。一定要煮活的青蛙，洗干净以后呢，然后就要放在那微滚的那个热水里面，结果它就跳出来啊，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女儿在尖叫，妈妈她被跳到床上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跳出来的，我就一直我就去抓，然后就一直一直洗，然后就这样放这样子。然后每天都上演这个戏嘛，所以我每天都哎呦哎呦这样。其实你放在冰箱哦，那个青蛙它就是不会死呢，然后你给它拿出来就是洗的时候它就活了，然后它就说阿贵这样，阿贵是谁？阿贵是谁？它就叫啊阿贵这样，它就叫医生。我想说青蛙为什么要讲阿贵？都不叫贵，好了，到底要你要接下来这首，刚刚唱了啊，还是你要当阿贵？想被我煮哦？你看，没有电风扇日差很多，你真的是那种偏心。好了，听我轻轻唱。这首歌它是在讲一个，这是我一个表舅做的一首歌，它是在讲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分开了，然后这个，你就继续一蚯一弄嘛，然后结果这个小女孩呢，就每天。哎，他自己翻呢，七月份不是过了，怕呢，胆小。你看，你有看到他自己翻有没有？讲到哪里了、啊？阿贵。后来那个阿贵怎么了？被我煮了。后来他就唱完了完了完了。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真怪阿贵了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白痴。要不要我好好讲这个？好，叙述。我们继续。你知道我开场的时候就是会流鼻涕吗？是不是哈？其实阿贵身体也是有一点异体，有点滑滑的。
们不要当讲故事。这听听我今天唱哈、哦，他的小女孩叫阿慧，有了，他就是很想念他的妈妈，所以他每天就会，睡觉的时候就会就在被子里面哭泣，这样子想念他的妈妈。我这是一个很感人的哦。后面的在那边啊，这是感人的，我没有赶你们走。他就是一个被迫就是分离的一个小女孩跟妈妈的一个感人的故事，这是重点。好啦，我就唱了。